六首歌，然后时间紧迫，我们就继续下一首这样子。
首歌，第一首歌叫《对立》，第二首歌叫《赎罪券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黑色岛民。那个我们都有在看靠北中心，就是我们在靠北中心上面看到，黑色岛民这个团看起来就像重金属团。没有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等一下很抱歉，我们凶的歌唱完了，接下来都会很安静。很抱歉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时间不多，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多唱几首歌这样。Thank you.
谢。那我们 talking 时间，让大家各位团员跟大家说说话。那你先，不是你先吗？没有，快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黑色岛民。那如果对我们更有兴趣，可以来搜寻我们的 IG 跟 FB。IG 很多贴文都蛮白痴的，对，可以看看，大部分都是他的生活的那个生活照，生活照都是他的，不是我。嗨，大家好。嗨。我们是黑色岛民，那个，对，就是我们，完了，太紧张了。不要学我。好，我们就是有在持续创作蛮多不同的作品。那我们的作品通常都是蛮有故事性的，也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会经过一些生活的启发，或者一些，对，或者是一些观察到的事，然后把它做成我们的创作。你吵死了，啊，对不起啊。那你浪费很多时间，抱歉。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鼓手盛华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演音乐季，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们这次岛民，我是吉他手凯翔，然后对，刚被讲走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演音乐季，然后我们有特别准备贴纸。所以如果大家等一下在下面有遇到我们，可以跟我们拿，我们随身都有携带我们的小贴纸。我们小贴纸会有人接吗？对，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唱的三首歌，我们都有发 demo 在 Streetboys 上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对等一下三首有兴趣，就可以上去听。然后我对前面三首有兴趣，再等一下，说不定之后会放上去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对，前排有人要吗？耶、yeah! ！时间真的有人举手，我以为会没有人。放一下，放一下，谢谢。
Yeah.
们好像要拍照，大合照。因为我们怕结束之后人都跑掉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拍照。等一下还有一首歌，大家不要跑。第一次这么多人来看表演，很开心。谢谢湖畔音乐季，还有工作人员。我们剩两分钟，我们先演完再拍。好好好好，没问题。永远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变化永远赶不上主办单位一句话。100个赞。